阪梅田感觉有好多好好逛的百货公司，先去グランフロント好了。你问我还有哪里很好逛的购物商城吗？那其实像 Harbis Plaza 跟 Harbis Plaza N 的话，它有聚集国内外的一些精品选物店，那那边也是俗称的贵妇百货哦。等等，我觉得最多流行时尚服饰的 Have Five 也超好逛，还有文青选物店的 New 茶屋丁跟 New 茶屋丁 Plus 也是超值得逛的哦，你说是不是？好棒哦！而且逛那么多，一定会肚子很饿吧？对。那那时候就要去阪急三番街，那那边有非常多的美食餐厅聚集在那边哦。耶，走。要来大阪梅田，因为这里太好买，而且东西也太好吃了。这边的话也是所有大阪交通要塞，你要去京都或者是神户都要在这里转车，当然要选大阪梅田。梅田是位于大阪市北区的商业区，区内有多个复合式商场，像是时尚服饰、居家杂货、最新科技以及剧场表演等等，都包含在其中。多种不同类型的时尚潮流、精品选物、文青商品，无论你是哪一种风格取向，都可以在梅田找到你所想要的哦，是大家来大阪购物的首选之一。各式各样的美食、气氛咖啡厅、热门甜点、人气伴手礼都聚集在这里。除了购物之外，还可以享受不同类型的美食。另外还有特色摩天轮，车厢内可以接上手机，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来搭配梅田的景色，是大家欣赏梅田夜景的人气选择哦。